好的欣赏哦。我们四月初呢拿到书，大家一定要很嗨哦。然后也要谢谢 Jerry 写了这么棒的书，拍了这么美的照片给我们。还有很多啊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辛苦了，也要辛苦啊！希望很快有机会，然后可以对再见面，明天啦！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